川岛芳子犯汉奸罪，替日本军政要员从事间谍工作，于128事变在上海搜集本国情报。林碧辉，你认不认罪？ 阿飞和我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自打一生出来，就是满清的牺牲品。我做的全部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选择的人，和死人有什么分别？” 既为死人，我又何罪之有？安静！一派胡言！阿飞是谁？他啊，就是一只想杀我想疯了的疯狗罢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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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戚关系，但是我就是想让他们跟曲姐一样，幻想更好。农药早定罪羊，你得耍点像不像样的东西。你能瞧瞧他们这帮瓜皮瘪三，西瓜地里长冬瓜，咋这么小的娃，一开口就露了怯了。我就没打算让他们开口，这是他们这辈子吃的最后一顿饭。毙就毙了，能给顿肉吗？やつを殺すな。ちょっと遊ぼう。一个个都看大戏呢，门票钱给了吗？
大太君，我看奴有点面熟。走来！拿去！小夫帮的黄天祥是吧？中国人跟日本人都不得罪，油滑得很。乔，乔哥，别想了，洗地去。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関東軍情報課の河内間義香さんは私の上司だ。先日義香さんが三門峡地帯で助監官に暗殺を仕込まれ、強制的に上海を離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お前はな、こじきを三河にした。言ってみろ、お前は死ぬべきなのか。死ぬべきだ。でも死んではいけない。ああ、訳を言ってみろ。東北王の張作霖は我々と売国契約に調印したくないんです。よしこさんがペッピンに彼の回路路線を偵察しようとして暗殺の機会を狙うつもりだと聞いた。俺ペッピンに仲間がいるんだぞ。よしこさんに役立てるよ。だからこの変な機械から下ろしてくださいよ。情報は口から全部出した。これ美味しいよ。そら、今よしこさんと電話していいですか。ちょっとお話したい。その必要はない。よしこさんはもう追いつけました。この飯はお前の人生の最後一顿饭。你什么来路？你什么来路？我叫阿飞，没爹没娘，天生地啊，我就是个吃要饭的。你是要饭的，那我就是赏饭的了。这不也是最后一顿饭吗？叫声爷。爷。叫乔爷。乔爷。楚剑团就是我乔爷成立的，我们专杀日本人跟狗腿子汉奸。你来我这儿，我保证你有一辈子吃不完的馒头。可是我来你这儿，我还有命吃馒头吗？阿飞，你自打出生下来就是一个卖丑求荣的叫花子，你做的选择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选择的人跟死人没什么区别。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往前一步，你或许就会成为乱世中的英雄。哪里有汉奸，哪里有贪官，哪里有日寇，哪里就有我们铁血楚剑团。我们的刀枪跟利斧会杀向这片大地上所有的阴暗角落。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咱们这刀枪跟利斧到底是奔着谁去的？有些狗子，阿那大娃不老少逃死了民间，ペイピンから上海まで並んでると聞きましたよ。褒め好きです、イエシ君。なんでそのでかい態度は。シナジから見ればお前は売国道じゃ。俺らから見てもお前は我が山の民族が飼っている犬じゃ。アナベ、ヨシコさんに失礼な発言をするな。ああ、ヨシコさんにふさわしい呼びになったったら大日本軍国主義の偵察権でしょ。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那你这位尊贵来自中国的肃亲王府第十四哥哥大清亲王来大清还没有亡我们还有满洲国你放他水哎方子小姐为关东军筹是间谍活动屡立奇功仅凭于此我锦石三郎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满蒙独立直至方子小姐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东北王张作霖的暗杀计划我们的黑龙会已经在北平布设天罗地网谁敢做方子小姐一根头发都只有死路一条前方作为一个有理想的锄奸队员生死重要吗重要当然重要满清病入膏肓这辫子你剪了老百姓不也是该吃吃该拉拉活得好好的吗这人呢就是有太多杂七杂八的毛欠修啊我叫美凤你头顶的凤跟我走乔爷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到北平送命馒头馒头咱们先聊聊送命吧奉军的大帅府里有个姓郑府的听说过吗没听说郑府官负责安排张作霖返回东北的行程根据线报川岛芳子也会跟上吧这个郑府官就是挖出川岛芳子的关键郑府官外边穿的贼拉凶说是日本关东军要染指东北有这事儿吗哼我奉军雄居东北虎视中原日本的要敢在我们头上贴膏药我们就敢在他们头上插鸡毛掸子厉害那这个川岛芳子是日本人吗在中国人这儿他是汉奸在日本人那儿他应该算是一条好狗一条狗而已有那么难杀抱歉没关系老郑，纵有饥荒和战乱，风情已去不能断啊！这谁呀？怎么上来了？哎呀，还好挺好的，对呀。你是个啥级别啊你咋不大闹天宫去呢乔爷怎么派了个乡巴佬过来呀、啊？锄奸团这是要没落喽看在他们对你如此热情的份上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他叫铁头雷这个是老酸菜以后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同志哦哎同志
你们吃馒头吗？你怎么就知道吃馒头？吃了一路了，馒头是你爹呀。以前饿怕了，还是吃饱点，心里安生。这些人也都是咱们一条船上的同志吗？开车！船岛房子在哪儿？房子小姐无处不在。你是个啥级别啊？你咋不当到天宫去呢？もうそい、よしこさんの神すら触れられない。郑先生是吧？纵有饥荒跟战乱，风情一去不能断，这是你们奉君的座右铭是吗？不，我把你的裙子弄脏了，带你来这儿就是要好好补偿你。那怎么补偿？我先洗。那时候不知道疼，现在知道哭爹喊娘了。有些人天生就是杀手，乔爷没看走眼。站住！干什么
无意惊扰，我们有重要事情要跟政府官交涉，请。来人，到。我这就刚眯了一小会儿，这人跑哪儿去了？这是什么人啊？你口中说的什么人？贼人入室，凶多吉少啊！张作霖明日几时离开元帅府？坐在专列里的哪一节车厢？到站时间是几时几秒？该套的话，我全都套出来。望子小姐可真是舌尖如刀，能割到男人的心呢。我吗？不过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浪荡女人罢了。方子小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家人。没有东北王，关东军的高耀旗帜迟早会插在东三省头上。川岛芳子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是我无能。你不是无能，是无能至极。连个照面都没打就被黑龙会盯上了，还让人家捷足先登接走了情报。我问你，你出什么奸？老子让你插秧都是抬举你。是我的问题，要不是因为救我，你算哪根葱啊？敢跟老子这么说话，老子已经崩了你！乔爷，那川岛芳子早些年就拉拢黑龙会，成立了暗杀小组，跟我们打了一年多的游击。再说，咱们奉天这几个老伙计本来就是强弓莫弩，输了就是输了，跟这个乡巴佬没关系。那跟你有关系了？也没关系。造反了是吧？许我承认，我老胳膊老腿的打不动仗，从桃园护国到南北议和，再到安庆反被五人干政。六次通缉，我护你一路亡命，直到今天，我走到了退位，拖了大家的后腿。你毙了我，真是众望所归。乔爷，我们接下来什么任务啊？中华插秧。是让咱们保存实力，蓄势待发。说得好听，这不就是关咱们禁闭吗？哎，大伙儿，吃馒头了。乔爷，川岛芳子奸猾欺诈，跟我们争执了这么多年，不打照面不露锋芒的，连你都拿不下他。他们才四个人，能撂倒一个班队的伪军特务，属实不易了。哎。尤其是那个阿飞，别看他是个傻头傻脑的愣头青，心里啊憋着股劲儿呢，加以雕琢，日后也是团中鲜有的骨干力量。将军，これはアジアの平和を守る神聖な戦争だ。偉大な皇軍は白痴の勢いで川島よし子さんの功績も明白な事実だ。今我々なるべく早く満州国を成立させ。それで川島洋子さんを暗黒軍総指揮官に任命しましょう。賛成。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有些事情就别太计较了。如果需要福子，我帮帮你。满洲国恐怕不需要你们这些军国主义之哈巴狗。子飞哥，子飞，吃饭去啊！我溜达溜达啊。飞姐，高翻头开个腿一个步。哎，你不是那个什么黄铁脚吗？川岛芳子得势后，跟黑龙会的警视三郎走得很近，
日本关东军也极有可能将川岛芳子收编，此人不杀，后患无穷。啊，对了，行动资料跟时间安排在挪屁股底下。此番挪要去北平执行这次暗杀任务，同志，希望挪还有没有回来吃馒头啊？口才真溜啊你！哎，你这是七五同文归顺乔爷了？是的，同志，我们只负责情报工作，杀人放火的事还得你们操持啊！要不我们一条阳关道，从南西北四通八达。嘿，快点吧，哎，你姐还没生呢。哎呀，快了，我还是去晚上吧。咱们早点回去吧。嗯，那天啊，这个井十三郎每天都来泡澡，来来回回都一个星期了，就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人家爱干净的，阿飞，快给我浇桶水。哎，好。没水了，铁头哥。啊？哎呦！什么水呀？这是干不干净啊？洗脚水，我的。哎，你，咱要能一直守在这儿过过市井日子，还真挺好。先别管什么市井日子了，我这蹲点蹲点，痔疮都要犯了。咱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啊？老子现在就想一斧子给他撇过去。这浴场啊，是日本人开的，但里面的劳工都是中国人。酸菜叔已经打点好了浴场经理，地形图也拿到手了。到时候咱们全员都可以潜伏在里面办事儿，切莫打草惊蛇。哎，得得得得得，咱们当下还有个大事要办。啥大事？行动之前，我先给各路英雄豪杰画个肖像画。真要宰了井十三郎跟川岛芳子，搞不好咱们要名垂青史啊！什么死啊？别提死啊！我这还要留着命娶媳妇儿呢。要么咱们正式一点，找个照相馆闪一个吧。闪啥呀？闪魂儿都闪没了，还是手动的好。酸菜说你某些话我保证一动不动啊。到了，别送了啊！道长，谢谢谢谢。道长，刚才过去的那个人是哪路神仙？看他这身打扮，怎么着也得是个宪兵队的高官吧？那岂不是很有钱？不急。等他们酒过三巡，咱们再去献艺。男人嘛，喝得醉生梦死，口袋里有多少金银财宝，还不都是我们的？你站住！啊，新来的吧？菜上早了。啊？把客人喂饱了，客人哪有度量喝酒？这不喝多，哪有心思找女人呢？去去，把菜撤下去。等我把这帮臭男人伺候好了，你再上菜。嗯。啊。你慢点，告诉我。荆轲要刺秦，美人计当先，责任高。我六岁那年，我父亲告诉我，
只有真正强大的人才能担得起复辟的大人，也只有复辟才能保家人安康。景世君，只要你能帮我们光复大清，我愿意做一辈子的汉奸，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川岛芳子，我们这不缺姑娘，滚出去！别，是我叫他来的。不急，等他们酒过三巡，咱们再去献殷。その拳銃はすり替えられたも弾丸がないんだ。
是英雄，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你是中国人？别怕，我带你出去。景十三郎这条命是我送给你，你应该感谢我。这浴场劳工都他娘的是汉奸，咱们是进了贼窝了。你是谁？川岛芳子。少爷，黄铁桥那边来消息了。怎么说？北平的大和海浪浴场去年就被川岛芳子给盘下来了，据说他在那里培养了一个班队的汉奸，咱们的人怕是凶多吉少了。就是芳子小姐，听说你之前是个叫花子，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锄奸英雄了？我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男人。满洲国重建刚好缺一位开国将军，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将此生最后的信任交给你。大清都亡了，满洲哪他娘的是个国？把他给我带到房间去。根据一些伪军汉奸和日本特务的口供，川岛芳子至少1700多个政治面貌于北平、上海、奉天组织间谍活动，行踪如此诡秘，怕是钻破天也很难查到。想清楚了吗？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张阿飞。你姓阿？我没有姓。
以后你就叫爱新觉罗妃。我不需要，我就叫阿芬，我没有姓，都有家。你有没有姓？但你没有姓。不，我们都没有家，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找到我们的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宰了你。我明白了，是不是我先宰了你们两位同志，然后咱们就可以好好聊天了？不要！我欣赏你的简单和无畏，还有善良。相比那些靠不住的男人，你是我唯一可以抓紧的机会。我别无选择。没有选择的人，跟死人没什么区别。你说什么？是乔爷给了我选择，让我从一个沿街乞讨、喝馒头吃的废物，到爱国出钱出报安良，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但你现在让我变成一条狗，我不干。没有人当你是条狗。现在的你就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你不仅是一条狗，还是一条没有选择、无家可归的死狗。杀人诛心，你个傻小子，你这是把他的心给煮了。我也没说啥，你不会真死在这儿吧？皮肉上的骨算个啥呀？那个不可一世的川岛芳子，日后若是想到你这些话，怕是会更苦一些。花泽教授，我帮你准备了一批崭新的实验对象，希望你能尽情发挥。那我倍感荣幸。进步的思想常常诞生于实验台，生物学跟医学才是最强的战争武器。花泽教授，为了侵略跟统治我们，你倒是费了不少心思。我们从未侵略过中国，反倒是你，芳子小姐，自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你的目光就已经侵略我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并统治了我的脑髓。这么说来，我才是你的天皇陛下。如果能够跟在你身边，狗我都愿意做。什么狗？谁的狗？我的狗？爸，你不仅是一条狗，还是一条没有选择、无家可归的死狗。喂，郭队长，お疲れ。
咱再说，你教我写字吧，我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呢。行，成。厉害，不听使唤。我帮你捂。为了鸡翅膀啊，可不，看着更饿。你个臭小子，这个字他念飞，阿飞的飞。梅芳，你跟阿飞你们两个当属龙飞凤舞啊。原来飞字是这样写的。这个阿飞他姓什么？随我姓吧，再送他个人名，黄泉路上报个响名。在这里，没有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谁能在战斗中存活下来，我就代表天皇陛下还他自由。田中少佐，这些人的战斗能力，可能还不如一条秋田犬吧。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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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活下去。孙太守，你要挑战我们？啊，不不不，太君不敢不敢不敢。太君，误会了，有人在背后推我。
自由了。放他走，老子还没玩够呢。我们大和民族亲友离家都要举办壮行会，方子小姐特意叮嘱过我，一定要好好为你壮行。我要吃馒头，白面馒头。鬼门关走了一遭，可还适应？看，谁不想好好活着？要不是乔爷留我，我恐怕早就饿死了。出监团，现在也算是我唯一的家了。我想清楚了，要死，也得死在阳关大道上。
锄奸的意义不只是诛灭奸恶，更是将人心凝聚在救国存亡的道路上。自打你加入锄奸团的那一刻起，你就不再杀匪，而是维护民族尊严的一把利斧。利不利斧什么的我不懂，反正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宰了川岛芳子这个大汉奸。赖在田中少佐的床上不肯走。芳子小姐叫我给你放个假，让你好好去劝劝她。千万别想不开啊！他们都跟我说了，你已经自由了。小叶和锄奸团的兄弟们都还在上海等着你呢。等着我呢？等着你呢。等着我呢，放心吧，咱们都是地府的天兵，命硬得很。对，命硬得很。更何况，本姑娘还没嫁人呢。对，我把你娶了都行。你可想反了，本姑娘才看不上你。你先出去吧，我换身衣服。トパンしたね。やつは転んだな。おかしいの顔をするな。そんな顔一度見てねえな。楽しいね。あんたが。どうしよう。どの衣服可換。自己跳下去的，你瞪我干嘛？我
要对他很温柔的。花泽教授，你是医学天才，你告诉我如何才能得到一个人的心。阿飞，我好羡慕你，都是亡国奴，都是孤魂野鬼，你却成了出千英雄，而我呢，是汉奸，是走狗，是男人的玩物，是军国主义的傀儡，是复兴清室的一枚棋子。凭什么？凭你没有民族尊严，我有。老子是把利斧，无坚不摧的利斧。阿飞，我很欣赏你，但也很恨你，所以我要把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一个一个都杀光。你还是输了。反正我也不想当什么格格了，等待我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别折腾了，玄子早就交了，否则早就爬起来咬我了。阿飞，我记住你了。备好棺材，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埋了。
ヨシコさんがこないもお前に気遣いをしているから、ここまで送ってあげる。この腐れた肉、揚げ足どうかには気に入るだろうな。外周静脉回流受阻时，外周静脉注射的药物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随血液循环到达器官，所以他之前应该是假死状态。你们刚才给他注射了什么？氯化物，氯化物在毒剂室，你刚才用的应该是肾上腺素。霞飞路里面有十六条巷，现在至少有百余名伪军跟汉奸潜伏在里面，你们都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查，听明白没有？是。England will not acknowledge the country of Manjo. We will object at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jo Go has spent our whole life hard work. Who is us? And who do you represent? On behalf of Yoshiko Kawashima,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National Pacification Army. Yoshiko, why she didn't come by herself? Well,You missed your turn. You guys are stupid for thinking about restoration. Stop dreaming!我知道我背叛了老祖宗。
害死了很多同胞，但是我做的那些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我只不过是一个单身独存的女人罢了。谢良生狗叫，我就放过你。方子的复辟梦做到头了，开始破罐子破摔，在汉奸的道路上万劫不复。你这酒是怎么抹的？日本人赏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漂泊一道奈何桥。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我们铁血锄奸团。我们的刀枪跟利斧会杀向这片大地上所有的阴暗角落。当下外族进犯，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无论武艺还是文采，都该跟随着革命的浪潮掀翻而起。深渊在侧，我辈当万死以赴。铁血锄奸，赤胆心肠。三三说：“我没你画的好，先凑合着看看吧。”一个公审，媒体都癫狂了。好一个千面女爹，东方女魔。阿飞和我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自打一生出来，就是满清的牺牲品。我做的全部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选择的人。”和死人有什么分别？既为死人，我又何罪之有啊？咱们国家还破着产呢，百废待举。不是，上面忽然来了个什么？忍俺宽大，以德报怨。据说那帮日本战俘不日就会被遣送回国了。飞爷，咱们要不要搞些事情？我们跟这些战俘最大的不同，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跟敬畏。口才真溜，人家都是投笔从戎，
你这反倒弃武从文了。动刀动斧的都是小儿科了。金碧辉，你藐视法庭，胡言乱语，我宣判，按照惩治汉奸条例，被告应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